在是星期五晚上。时间是6:01。哎呦！推开办公室。现在拍星期五晚上的 MV。 我们是把那个信义区某一间店包起来，然后等一下会把这条街封起来，蛮盛大的。当bartender，而且完全没有练过，刚刚拿来现学现卖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 好看，我决定 MV 就这个，蛮适合的。哎，我也来继续跳。其实它是为了彩蛋，我怕你没有，我怕你综艺效果，它制造效果，对，那后置才有素材可以剪。那等下会再跳错一次，我再跳错一次。3、2、1，音乐。再次。 这是我们5个人回味20年的第一次拍快歌 MV， 你要给我们一个点的那种容错的空间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这是我们的行动办公室。 因为要到了星期五晚上，所以要有一个下班解放的感觉。然后等一下这个门一打开，然后我们就冲出去了，继续过星期五晚上。来，我们现在秀一下，海哥把桌子滑爆了。有钱是屌，全都是屌 ，baby。现在是3:08了，3:08。我再过4个小时，我就拍婚纱。达等下是要去挖很大很大，对，然后阿迪等下要去白天外景，对，要拍戏。奶哥等下要送小朋友，欧哥要拆头发，拆。 这是个 party night， 把我来拖垮，让身体跟着演唱动起来，就按浪费自由，在人群中享受。老先生，你鬼梗了，你60几下蹲这个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